逮个人进来玩玩。爸，怎么逮了两个？还差一个嘛，再逮一个进来。我们三个个子都一样，他怎么那么高呀？他可能吃饱吹吹油了，他应该有1.85米。不对，肯定有3米。哎呦，你太闪眼了！闪什么？把他们两个吃了，他两个继续菜的。哦，我们两个得幸运嘛，准备。哎，这是谁的 SUV 啊？不管了，先找队友。哎，这队友这2号去哪里了？会不会在下面啊？兄弟兄弟，我在这里。兄弟兄弟，你赶紧过来呀、啊！先不管了，先拿物资。哎，还有把 MCU6。你看，兄弟，我正在 AWM， 插个背景，要不要把你的4倍给我？哎，等我想一下，你这种做法怕要不得，我敢打我的背景主义。哎，这队友要不要给他呢？看到有点东西一掉下来，队友 AWM。这把不吃鸡，我直接把游戏给卸了。咦，这么屌的吗？我们两个去前面看看，刚才落伞的时候好像跳了3个，哎，不对，4个，哎，不对，5个人，走。我靠，那么多人，我不去了，我给你打赢。原来是个胆小如鼠的队友啊！我靠，我这种金牌狙击手你还嫌弃？好多大主播找我，我都不带他玩的。我靠，兄弟，你还跟大主播认识啊？那我先冲了吧。这一直包 MC6， 这个武器真赔。我二蛋队友呢？二蛋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喊不答应啊？去房区看看。你吓死我一跳了，你差点把我小命都黑掉了。那么夸张的吗？我拿狙都是这样的。下次别闹了，差点小命就不保了。你看我这姿势。我有人。你告人呀，你倒是说。哎，我也不知道，至少有3个。不可能吧，3个，我们两个开的是双排。管他几个的，看我表演。我操，这哪里来的老妞啊，这么准的吗？兄弟，你不应该冲过去的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对面这个枪的最少是，哎，青铜，哎，不对，黄金，不对，哎，是那个无敌战神那种。赶紧回来，不然你没有。好的，好的，大哥，我听你的。赶快找个掩体，去那辆摩托车那里，我来救你。OK， 这队友想的真好。你怎么还不上呀？你在等什么？快冲！哎，我怎么不把它补了？怪昨天没睡觉，太困了。你这种人别说王牌了，无敌战神都带不掉你。什么？你怪我对面也有超级王牌的？那么你还不赶紧救我？要么你就去补他几枪。先把敌人放倒，救你就少说。虽然枪法不好，但是还送对了一个。哦，王牌队夸我了，好自信，好自信，轻装去。哎，这小子那么自信的吗？队友都不救。